我们继续开会。台东县议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国旗暨国父一向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复位，请坐下。主席致辞。好，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及各位局处首长，还有我们议员同仁，各位媒体，还有我们议会所有同仁，大家早安。本次定期大会是我们县长的施政报告，还有各单位的工作报告，还有各单位工作检讨及县政总执行，最后审查本县106年总预算及议案。由于审查总预算时间有限，一律我们将延会五天，加上11、12次的临时会，预计至12月15日结束，总计有45天，让我们议员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反映民意及审查预算，善尽民意代表的职责。本次定期会重点审议本县106年度的总预算案，税入预算编列145亿3051万3000元，税出预算编列160亿5233万6000元，短酌15亿2182万3000元，县府提案合计13案，内含制定自治条例一案，另外还有前次的临时会遗留的自治条例一案。本县经历了尼伯特、莫兰蒂、梅基等等台风以及艾丽的外围影响对我们台东县影响非常大，尤其农损非常严重。在这里要感谢我们黄县长团队尽全力来帮助所有的县民我们在这里感谢我们黄县长在县府团队积极各项重建改善的作业下都能依序的掌控中所以才让我们台东县民虽然雨下了这么多天，我们还是安然的度过感谢我们县府团队。
失敬的提出。那个县长没有哈、啊，那我们就请县长的县府哦团队先离席。好，我们讨论议事日程。我们请秘书长报告。我们代理议长，我们陈副议长，与会的各位议员、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那么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会，我们预定的议事日程。那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11月1号呢，就是昨天也是报道，那么今天呢11月2号呢，礼拜三我们就开部典礼主席报告，那么现在呢是讨论议事日程，那么等一下是会务报告及检讨，那么还有抽签呢决定我们执行的顺序，那么还有三读议案呢低读会，那么这次我们有四个这个三读案，三个是主题类的，一个人是消防局的自治条例，那么再过来11月3号就是明天呢是县长的施政报告，那么县府报告上次大会议决案的执行情况，那么还有各单位的工作报告，11月4号那么就是这个各单位的工作检讨，那么11月4号呢一直到11月7号是建设处、国际发展及计划处、税务局、主计处、财政及经济发展处他们的工作检讨，那么11月5号跟6号呢是例假停会，11月8号到11月9号是民政处、原住民主行政处、消防局、环保局行政处工作检讨，那么这个是11月8号到11月9号，11月10号到11月11号那么是地震处、观光旅游处、农业处、文化处、人事处、政风处单位的工作检讨，那么12、13号是例假停会，11月14到11月15礼拜一到礼拜二是卫生局、教育处、社会处、警察局的工作检讨，那么这11月14到11月15那么从11月16一直到11月25我们有8天的时间呢是县政总咨询，11月16到11月25那么11月26年到27年例假停会，11月28到11月29审查台东县106年度总预算案，10月30也是审查总预算，还有审查县府的提案、议员的提案、人民的陈情案、临时动议、闭会，以上呢报告完毕，谢谢各位。好，各位议员对以上我们议事日程有没有什么意见？哦，好，好，接下来会务报告及检讨。我们代理议长、陈副议长，一位的各位议员，还有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那么有关于会务报告呢，我想有三点呢，跟各位报告。第一个啊，就是说我们这一阵子休会期间呢，有4个人民陈情案，有2个呢是属于建设类的，
两个呢是属于财经类的，但是这四项呢都是有关于县委的行政权，所以我们就直接呢转送台东县政府，由他们来处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啊，就这一次我们政务长联谊会，那么讨论非常踊跃的，我想也要跟我们在座的议员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各位议员的研究会啊，从89年到现在，那么一直都没有调整。那么各位的研究会呢，它是比照县府的主管，那么县府的主管呢，它是比照事务官啊，就是事务官，它不是政务官的。那么事务官呢，最高是11职党，所以各位现在所领的研究会呢，是比照11职党的处长或者是局长他们的这一个本俸，再加上这一个专业加级啊，本俸加专业加级，所以各位领的就是可能就有六七万而已。那么在我们这一次政委长联谊会呢，我们议长跟副议长他们提出了很多的看法，他们认为说是现在县政府呢，他已经有政务官，有的呢是政务官是12职等，所以是不是说我们县议员的研究会呢，应该是比照12职等的本俸，再加上这一个12职等的处长他们的专业加级，甚至还有我们副议长他也提到了，他说是这一个燕霞市六都的燕霞市的议员呢，他不但说是有本俸专业加级，还有一个主管加级，主管加级就两三万，三万多了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16个县呢不是很公平，所以引起了大会呢大家的关心讨论。那么内政部啊基本上呢也同意说是大家的看法，但是现在就是说各位这一个我们现在所领的研究会呢是明代知己条例，所以必须要送到立法院他们来修正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因为跟我们议员的研究会有关系，就是目前可能会朝向12职党，然后呢以这一个主管的本俸再加上专业加勤，我想这个是一个行政跟立法互相的尊重啊，因为各位议员呢为民服务呢可以说非常的辛苦，我想这一个是在我们这一次政委长联谊会我们议长副议长他们有提出来的。那么这个呢跟各位报告啊，本会啊现在我们有一个临时的任务编组，这个就是公共事务中心，因为本会我们现在组织编制呢不是很这个编制不是很大，但是其他的这个县市议会呢都有公共关系室，所以我们有一个任务编组叫做公共事务中心。那么任务编组我们现在是请我们的专员廖俊志啊，那么他来兼任，所以而后呢如果说是我们议员有关于这个贵宾到我们本会访问，或者是说有关于新闻的发布啊，种种呢为民服务的，我想各位啊就直接呢进洽我们任务编组的公共事务中心我们廖主任那个地方。以上这三点，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秘书长。刚刚秘书长所谈的就是我们在政务议长联谊会的时候，我们一致跟内政部讨论说，我们的议员的职等我们要比照局处所长12职等、过来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议员出国考察，人家 立法委员都不用写报告，为什么我们一样都明代回出国考察回来都要写这个报告、这个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这些、我们都一直在反映给内政部、内政部他也要给立法院、给他立法通过。好，那我们接下来我请洪宗凯洪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啊、我想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是我们会务检讨的时间啊、那也请容许我们议员们能够提出对议会会务上面的一些建议啦、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好像每一个会期都会收到很大一坨的这个精装版的议事录啊、就是所有议员的这个
逐字稿的部分齁，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浪费的，因为第一个精装版，第二个其实拿回去齁也不上来的款啦齁。啊，当然检视一下这个议会记录的内容正不正确，我想这个有其必要性。那是不是容许说有些议员像我们比较年轻的齁，这个电子操作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就直接用光碟片就好了。帮议会省下这个经费，因为我想人民对于齁公家机关浪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敏感非常讨厌的啦，所以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吧，是不是可以请议会这边来做调查，如果说议员们这个干嘛这个定的齁或书摇的时候齁，是不是都直接用光碟片给我们，这样就好，帮议会省下钱，这第一个建议啦齁。第二个建议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秘书长，就是现在议会齁我们一个游泳池嘛，这个我想不要等到议会要审我们的预算的时候再来讨论，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在这个里面关起门来，大家议员们直接先提出来。那游泳池齁现在还有没有人在顾，还有没有人在使用，对，还有没有人在顾，在顾啦，有人在顾，咱议会有编辑的员工在顾。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怡清中啊，是我们有一个约顾的嘛齁，那么在那边担任这个救生还有管理的工作。那所以我们的议会的游泳池从这个风灾过后这个游泳池就怕痒啊，现在我们都不在使用了，都还是在使用，也在整理嘛。这个跟宏远报告齁，风灾过后的话因为有一些损坏还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我们停了大概一个月，后来就继续开放了。所以现在又有开放了。对。那我们花了多少钱整修那个游泳池？游泳池的部分的话齁，它是没有很大的金额啦。大概。没有很大金额，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没有做很详细的，如果有大笔的像有一些大笔的我们就有统计的。好，谢谢主任齁，那个谢谢秘书长，我想问一下我们议员同仁们，够有人去游泳过？够有人去游泳池游泳过？你有游泳过哦？少数哦。有游泳。好，我想是这样的齁，我觉得这个议员们使用的频率并不高啦齁。那高雄齁，高雄市议会齁，过去一个因为什么 SPA 中心呢齁，因为这些上媒体啦齁。那我想齁，这个不是我们的错嘛，不是我们问题，是从以前就一直下来延续下来。那过去呢游泳池有做过很多，比如说在暑假开放给小朋友来游泳啊，或者是说给义警他们来做那个救生演练的部分。齁，那也办过义长杯的这个游泳比赛。齁，这个都是过去是美意嘛。那这样传承下来一个齁，目前我看起来使用率并不高，是不是也进行一个调查，是不是这齁可以大部分拢是一寡外口的人来偷这个游泳证嘛，并且摕这个做沙窟啦，咱咧做公关咧，互人用。哦，我是觉得这个可以减少浪费的部分哦，咱也再来好好检讨，好不？这个部分是不是考虑一下？先调查起来，咱议员们觉得这个存在的必要啊，大家游泳的这个意愿高不高？可以节省浪费的，尽量节省啊！哈、哦，再来。我想问一下齁，拍摄我们问一下大会主席，主席不用站起来，就是这样回答就好。咱目前齁有介济民众咧反映啦齁，讲咱议会齁咧送礼物，齁送礼物去民间家。那我不知道这个送礼物的钱齁是主席的，是议长副议长的特别费去支应呢，还是我们议会另外有编列这个礼品的钱去支应这些东西齁。那如果照理来讲，如果是议会来送的话，应该是要代表全体议员，哦，来赠送这些礼品。再者呢，民众把遐物件摆出来，你知道？伊讲啊，佫有分大细汉的，哦，有个人收着较好的，有个人收着较歹的，收着较歹的来甲阮抗议，讲啊，真是阮较细汉还是安怎？哦，我觉得那个观感也不好啦。本来送礼品是好事嘛，哦，是不是这个部分摆在后话来检讨一下？哦，那个不要造成民众对这件事情浪费的一个观感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洪宗凯洪演。关于游泳池，应该很多议员的眷属，大家拢有滴手啦。啊，你用伫底下，你用白用，我感觉，咱会后再来讨论一下看安怎啦。哦，啊，
无用伫做好势，伫遐无用嘛拍算啊，系啊。啊，过来你讲送礼的问题，等二舅回来，我再甲请教下好无？你问我这副作副作随便做，我嘛无去了解遐济啊。哦，三哥，我咧讲有道理无啦？哦，对了，还有一点那个 CD 片，因为光碟片哦，红爷，因为有的我看有的艺人应该他有的不太清楚了，哦啊，他不会使用那个光碟片的，所以这个也是会后大家艺人来讨论了。啊，无你嘛做光碟片哦，有艺员看无嘛是麻烦的，哎呀，哦啊，我们先请张主任张艺人。啊，谢谢主席，在检讨会里面我本席哈有一些意见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议会啊，在平时或是议会开会中，议会如果有电话要联系我们有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议会打出去的电话，我们接到电话，当电话打给我们没有接到，我们在回电话的时候，打回议会没有用啊，不晓得谁打了、啊。好，比如说议会今天打电话给主席会长，好，当你电话没有接到，当你看到电话的时候，议会的电话要回的时候，啊，议会问他也不知道是谁打都不知道，那是不是将来议会打电话给议员，你这支电话打出去，他回那支电话就是有人接，啊，他就知道是谁打的。我们议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电话系统跟联络上啊，要找这个打电话就是出了问题。这秘书长，你，我想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检讨，就是说，我们议会有时候很多事情都要跟议员报告，但是你们回来的呢，不知道是哪一个主事报告，嗯、或者这个、哎啊、这个我们来克服，就是说，你打到跟我们议员报告，他将来如果说是打回来呢，也必须要那一个单位能够收得到。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议会打给我，我没有接到电话。当我发现手机，哎，有议会电话给我们联络事情，我们要回的时候，是哪一位找的？我们把那一支电话，原来那支电话打回来，啊，议会没有一个人知道。然后就说好，那我跟你讲，我找看看，找去哪里找啊？他找了一天两天也没有回消息啊。没有错，你这个情况我自己。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议会本身在电话系统里面联络上法来讲，说应该要去讨论的问题。啊，应该工作人员幕僚起头，应该去动动脑筋。啊，要考虑到说哈、哦，这些联络电话应该是，比如说我用1号电话打给你，你回1号的电话，我应该接得到吧？我了解张演的意思了。我猜到、哦、这个我们是不是？哦、这个我们。总务这边跟秘书长这边好。我想你们要动动脑筋啊！哦，你要考虑到这样时效性的问题，因为议会假设有急事，像之前议会通知要开会啊，哎，我打电话回去没有人知道啊，那就议会在第一会议室开会啊，他说我没有来啊。其实哦，张远、啊，应该我们可以设立一个议员的专线呐、啊。那怎么设？这条专线全部打给议员的。哎、啊、呀，就说你这个电话回来的时候， okay, 有人接，有人知道，都 OK 了。啊，怎么设我都没有意见了。哦，你要说我们电话回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啊你，你总务主任，你回答一下好了。跟张远做报告哈，当然每一个单位都有专线了、啊。那我在议事组的时候，我是要求打给议员一定用专线。啊。一般的话，你如果找不到议员的话，要再主动。但是你有规定，可是我这样讲好了哈、啊。所以说这个是这几年来每个单位没有贯彻的哈，这个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回电话就是没有人知道了，不在啊。他说我是帮你找，帮你问，进来。我们会严格来要求了，也跟你说抱歉。这个其实也比较严格了，像你们开会的时候跟他们交代，应该这个很简单的事情。是哦，好不好？好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时间性的问题，应该好不好？好，谢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哈、
秘书长，秘书长可以去考虑一个问题啊、哦嗯。议会，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议会有上班吗？而且有假日的时候，或其他的假日的时候，议会就没人上班，也跟着休息嘛。可是议员呢，24小时前天后没有休息，议员没有假期的。哦，应该你掌握意思哈。对，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天，他每天都要服务啊。啊，过年过节你过年过节大家在玩，一年更忙啊。啊，所以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些活动，我们就要麻烦议会来给我们写中堂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啊，往往有时候临时接到议会来，啊，最后就没办法执行。啊，至于在这个。上班跟休假的当中，是议会有更好的办法来议会讨论一个办法出来，就是说休假时间啊，如何去弥补他的哈、哦、来上班的人，哦，看他不是同意不同意来服务。啊，如果是写中堂来讲，哦，就周大哥来讲，你可以跟他沟通，可不可以？啊，可以，我们如何去补贴？哦，他上班嘛，哦，在这个当中，他上班就帮助议员。30位议员解决问题啊！啊，不要今天去，今天礼拜六、礼拜天好了，就突然间有一个喜事，我写个中堂，哇，糟糕，没有人。好，有人写了，啊，这个中堂怎么送？那这个议会应该，我们现在应该人员应该不成问题嘛？啊，在这个当中怎么样来运作、来沟通协调，然后把这个事情让议员方便。好、哦，这一点，我想。要麻烦你们哈、哦，费点心思啊、哦，啊，越快越好，赶快的执行，不然的话我们造成很多不便，尤其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哈，放假的时候，这个东西，这个勤俭一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吧？这一点是不是你们可以帮这些议员哈、哦，啊，大家来想想办法，好不好？没问题啊，因为我们平常假日啊，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有值班人员，那么值班人员都在服务台。所以各位您议员你们就打电话到我们服务台，那他会联系，那么比如说会请周老师来，或者是请有关的主事呢，他们会到我们议会来。这个理事长啊、哦你说到服务台除了雅会以外其他都在各单位嘛？不是那个礼拜六、啊、你讲到服务台，我现在你讲到服务台、哦、我本来是不敢讲，不好意思讲嘛。服务台雅会的服务是彻底的，但是你如果其他叫一个人，啊，随便叫，有时候搞不清楚，啊，我像我们打电话搞到服务台，我还找水，他说我不是他，我就不讲话了，你懂我意思吗？啊，他没有办法执行啊，他也搞不清楚啊。好，你说叫服务台通知那个书法室的周大哥，那他休息啊，他怎么联络啊？啊，你如果说没有专职授权的话，公告白天的啦，你沟通不良。啊，没有达到共识啊，啊，执行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啊。嗯，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问题是很简单，不要说议会我们开会开，然后完了以后就大家议会大会结束，临时会议结束，其他啊大家也替我们想想嘛，而且大家方便嘛，不然议会是不是就是说今天有议员才有议会啊？有议会既然在这边上班，就考虑到议员的事情嘛。都替议员想想嘛，啊，有时候我们办些事，很多议员跟我讲，哎呦，没办法处理，没办法处理，啊，我说不是你，我也是一样啊。他说我就去试的时候就很头痛，那这点，秘书长你的看法呢？张议员，你的看，这个建议啊，我想我们会彻底的来检讨跟执行，就是说，除了说是假日我们有值班人员以外，平常的这个上班期间呢。我想我们各主事的主任哈，只要我们议员打通电话，我想我们会依照各位的意思呢，无论说是说是有关于说是书法的工作啦，或者是说服务的工作，我们绝对会全力配合。是说正常上班以外的，他该休假的这个部分，我们拿来讨论，然后跟同事沟通，他用什么方式也能够正常运作，啊、哦，这样的话。才不会说中途遇到假日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执行。好啊，另外一个就是服务台的问题。
胡乃现在是怎么安排我不晓得，我们看到就是雅会嘛，啊，其他的呢在每一个主事里面都在上班嘛。倒是服务台的专职人员有哪几个？服务台不应该用调用的、借调的、临时性的、调派的，那个都不专业了。除了雅会专业以外，其他的都是他开会来调你来服务啊。如果没有开会又调谁来？有事又调谁来？那个都不好，因为在联系沟通上都是会出了问题。我的意思在这里说，服务台是一个台东县立院的门面。不管任何单位到民众到议会来，他对议会的观感，所以我们议会在服务台里面一定要派那个，要派一个专职的，好像雅会一个，再多派一两个，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联络事情才不会断续啊。因为雅会如果一休假，哇，糟糕了，我们事情都不要办了。这一点是我们长期以来发现的问题，但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听得懂的人听，其实我们要的是说。你要服务的品质，听不懂的是不是你在批评我？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讲。你认为呢？确实没有错，因为服务台的工作，尤其我们看，我们大部分的议员呢都会在服务台，是吧？那么，很多事情呢，必须要服务台呢他们来处理。你没有发现议会开定期会跟临时会的时候，那所有议员，包括议长、副议长，也是在服务台那边吗？没有错。你没发现很奇怪吗？那表示说某个程度它有它的功效。我想我们在开会期间服务台，我想我你一个主事里面就那么多人，为什么一个服务台就派一个人？那不是很奇怪吗？你看服务台里面有时候有时候要咖啡啦，要茶啦，大家都在服务的啊，你要什么资料啦，等下电话来啦啊，你要做什么啦，哇，那时候很忙的，但是一个人真的是做不来啦，你其他主事里面也没什么事，为什么七八个？那也没什么意思啊，我们议会也没什么公文啊，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是说，在人力方面应该一个妥善重新调整，绝对要重新调整，不然我们议会人员的分配太散了，有事的做得要死，没事的休闲，甚至也不晓得找什么事来做都找不到，只有三四点以后就运动运动，晃晃晃，就这样了。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啊！我这样讲是语重心长。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在眼里当我们要执行事务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我今天讲这个可能很多同仁都不好意思讲今天我是很诚恳的讲出来我都每一件事情我都去印证它印证的事实就是这样，人很多就找不到人了找人找主管了，找主管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理事长，我的工作也好，一旦真的要立即性的改善了，好不好？可以，可以了。开会期间多派一两个在那边支援了，因为那边平常也是很多议员在那里，可以了。现在我说，这没有问题的，没有你，但是要有专职的啦，不要派的。就是、训练一两个都专职的，对对，这个那只有一个而已嘛。其他都是先其他科室里面上班嘛。现在有两个吧，开会期间有两个吧，那个是不是展小姐在那个地方啊？展小姐也不是在那边啦。不，那现在开会中间我们都有两位在那一个地方为我们议员来服务。我想这个人力的这个调整我们会内我们再来做检讨。我了解张议员的意思就是说，开会期间我们服务台，工作量很重。服务台，我们议会的人员，我认为都是很不错了，但是有的特别优秀，内外应对的非常好，但是我们要找出这个人，但是我发现好几个很厉害，可是都是放错位置，我想理事长这一点用个心，好不 好？辛苦一下，让我了解，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张主任张议员，我们接下来再请洪宗凯洪议员。好，谢谢副座。我想刚刚我们张议员点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啦不过他的语气也蛮和缓的在讲。我想问一下我们人事主任，人事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议会正式编制的人员是不是30位？我看的这个我们的预算表里面，正式编制人员
跟院报告哈，我们正式的编制职员是有21位，对，然后约聘雇有18位，然后技工工友驾驶18位以上。技工驾驶啊，技工工友驾驶就是属于总务室的部分，这个部分有8位，这个编制有18位，8位 okay, 对，那约聘雇有，约聘雇18位，所以我们其他临时的人员有多少人？临时的有27位，27位临时人员是。那我们这临时人员的费用是必对来，我看过了，从哪里挪用出来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预算里面有正式编列啦，有编列临时人员机用的费用这个部分。是不是到时候我们的议会这个在审我们自己预算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胡子自己刮嘛？哦，不要等到人民来检讨我们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哦，是不是到时候也请我们的这个？议会这边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到底诶几坑里对我们看过临时人员的编制的费用啦齁。而且临时编制27个人，约聘雇已经有18个人了，然后又临时又27个人，这根本卡喊。对啊，县府如果比例这么高的一个编制这样的话，这都好像以为没戏啊，对不对？所以我想齁，这个要检讨一下啦。那刚刚那个张议员讲的意思就是说啊，真正需要用到人的所在不可能啊，到底那些人是肯去对齁、哦、我想这是我们直接的感受啦齁、哦、谢谢，请坐。是，谢谢。那我还是要再特别强调那个，因为我看到负责我就较美美的位置，不然我是说议长来主持，我就爱因为是议长管的嘛齁、哦、这游泳池的事情啦齁、哦、我真的再一次强调，这个事情不是我开始说的齁，很多民众的反应齁、哦、这个是观感问题啦。比如啊偷一张证齁、哦、啊还透过关系透过议员透过啥，这个不是一个特权啦、啊、齁、哦、要嘛我们就开放什么条件民众都可以来齁、哦、比如说公家现在那个东女的那个游泳池，因为那个促餐案委托给民间团体来那、哎、民间的业者来经营，经营该被斗牙嘛。因为他一开放之后，身障的比例啊，使用那个地方1/3，一个给没斗赢，哦，所以他们现在也找不到，民众找不到地方可以游泳，哦，那是不是议会可以来开放？如果开放给一般民众都可以来申请，或者是什么社团啊，那部分付费哈、哦，那个我觉得这样都说得过去。但是只有少数人在使用的时候，人家不免沦为说这是不是某些议员的特权，还是说是我们议员的特权？我把这种质疑鬼啊，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好、哦，所以我想这部分还是要再次强调，好、哦，你负责什么单局就得来先好好来讨论这件代志，好不？谢谢。这热天受罪人真多呢，不是讲几个啊尔呢？你热天有当下，你也不需要来个看卖真多。啊，你嘛讲拢开放给人，大家拢来受的时阵，敢未受复杂去啊？你讲啥？你可以进去游泳，就是拿证的人嘛。只要有跟议员吼，因为我所在你嘛，甲议员拜托一下，咱中部这边拢会发啦。所以这就陷我们于不义了啦。啊，未使安尼讲，你嘛是讲伤济人，到时人路过，拢大家拢走入来，嘛伤复杂去，对吧？无咱再搁讨论看卖啦，好不好？我们请林秀信林议员。谢谢大会主席，我有两个建议案。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定期或者是临时会期间哈、啊，我们地下停车场哈、啊，能不能预留那个几个车位让我们议员停？啊，有时候开会期间啊，我们到处找不到车位，我想说建议我们大会哈、啊，在定期会期间或临时会期间啊，能够预控几个车位，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二个建议就是说，我们那个。健身房哈、啊，那个跑步机，因为我喜欢运动，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运动。这个两个跑步机现在好像坏掉了，不能使用，建议能技术把它修上，谢谢。好，那个总务主任，你小了解一下，你把开会中间敢会停车场离完的车拢无得停，了解看卖。哎，健身房哎哦，那修理多啊，修理你的。那个跑步机的。但是已经修好了嘛，那个要有时候会损坏，那个我不敢保证说每个时间都会好的。那停车位的部分，我们当然也有在管控了啊。如果说，要每个议员
固定一个位置，这个我们哥来处理了。但是有一些是不一定是一个人一台车。我的意思是说，在定期会或者临时会期间呢、不开会时间呢，我们不不去设想了。我就说定期会临时会 OK， 我们尽量的想办法。车位让我们延停了，还有我们那个健身房哈，这个进出的人非常复杂，外面的人都来运动，而且它使用以后弄坏，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弄坏的啊。我的建议说，能不能管控一下？好，这个我们再来检讨。好，我们请谢贤义谢议员。主席哦，各位议员，还有我们议会的同仁，大家早安。针对刚刚我们谈到我们议会游泳池哦。我在20年前，大概立陶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有救生员证的时候，我就有救生员的资格，我就去当立陶乡里游泳池的救生员哦。那我对这个游泳池哦有一个看法，既然是我们议会的游泳池啊，当然就是有管控。你开放的话，我们这个小小的游泳池啊，它的过滤系统是不是能够容纳？一般的游泳池哦，它都有限制人数的哦，绝对不是。而且我们这个是议会的游泳池，就是给议员亲属跟议员我们自己运动用的。而且我们这个游泳池也不是标准规格的游泳池。如果你开放给社会大众使用的话，你的过滤系统还有你的救生员的人员啊是不足的哦，而且你要担当这个风险哦。因为你游泳池如果有万一有问题的话，有泳客出状况的话，是我们单位要负责的。我认为游泳池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但是一定要管控。那管控就像现在这样，比如说几个议员，我有五个亲属拿游泳证来啊、这是对的啊。为什么？因为你拿游泳证至少我议员可以过滤啊。他如果有皮肤病，或是他有那个这个游泳池还是安全卫生的问题，还是需要的。那我们如果说要把游泳池现在就废掉的话，那你那个游泳池的整地费用什么的，就又是一个浪费的公款哦。而且那个设备，以前的设备啊，你至少要现在要把它废除的话，你要等那些设备完全不堪使用的时候再来废除。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设备也是不便宜的。而且现在游泳池的功能非常正常啊，我都买好游泳衣了，因为我的脚啊不能运动啊，那个上面的那个运动器材不能用嘛、哦、事实上游泳池有它的功能在啦、哦、啊，但是要考量到说这个是一个专业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小小游泳池可以开放给社会大众就可以开放的、哦、因为卫生的问题还有这些的问题、哦、救生员的问题，应该是这个需要考量的、哦、谢谢。好，谢谢谢贤义谢议员。好，各位还没有讲，我们请张主任当演。主席哈，刚刚林秀信议员所谈到我们地下停车场的问题，这是长期来的问题。曾经议会有提过一次，要清查一次，结果清查了之后，后来我们来开会哈，位置就有了，不然我们都绕2000-3000。再找，后来我们又发现问题更严重。秘书长、总务主任，你可以亲自到地下室去看。我希望把所有议员的车号登记起来，把议会公上班的所有这些团队的工作人员有车子号码登记起来，其他的就不是议会的了。哪里有24小时都放地下室的，都不开走的？哪有这回事？到底议会的停车场是给议员停车，还是要给水停车？有2-3台的放在那边，也在里面修理重机车，修理车也在那边修理，啊，车水放那边，议会哪一个议员骑重机车的？那么胡扯！所以议会的很多问题都太烂了啦。
真的要检讨啦。那是我大家开客气哦，不要讨论啊，看你们自己要去自爱。其实看不下去耶。那如果像现在我团队那么大，你们要怎么领导呢？一眼来开会都找不到停车位，绕了老半天找不到位置。那个总务，地下停车场几个位置？应该我没有很详细算过了，停车位应该是六七十个吧。那刘主任你知道吗？哦，七十个，那三十个一人为什么没有位置好停？其实啊，这个我现在，你跟问同行看看，你问同行也是一样啊。我每次停车遇到他，他说你绕什么？我没有位置啊。啊，结果啊，他说你开出去了。我说我开出去哪里？他说没有位置了。我一绕绕也是没有。后来我们两个都开出来。你问他，啊，李先生讲的，刚才我又问他，他讲的跟我感觉到的也是一模一样啊。啊，你再看哦，停车场的车子。那个号码，哎，今天我来开会停那边，明天来开会也是停那边，都没有动，那什么意思啊？那总务说你是不是有卖停车位给外面的？我们停给地下室了。你也没卖。一眼如果这样鉴定的话，我们就来严格执行了，好不好？本来就要严格执行嘛，那个就是议会上班的人停车。张议员。啊、哦。张主任，张议员。哦。我有一个建议来嘛，咱开会时间哦，咱议会，咱的当然哦，自动车放在停车场，啊，地下室尽量哦，咱的。主席，如果七十个位置，七十个位置，议员同议会同事上班的，他们停，我们来停，都放得下了。那就会后请总统。所以我在讲，怎么样叫公道？那现在，把议会主管级的同事。底下同事有车子一定要开到议会上班的，车号记起来。你是摩托车还是轿车还是货车？你那个号码记起来。对了，记起来，记起来，贴在那个墙壁上。如果不是这个号码的，就不是里面的人，对不对？那你现在干嘛？你下去看了，有几个是议会的？好了，总务那个会后清查好了啦， okay. 好不好？哦。这个是很严重，很严重，这个是很大的笑话。议员既然没有停车位，对了，我们就利用会后还是下午的时间，总务下去清查一遍。好，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OK， 好不好？好，我们再请陈志忠陈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啊！我想要替咱总务科吼讲一下公道话。我请假去，我车不咧插地下室。不是因为地下室车位无够，是我本身嘛贫惰，我无插地下室。遮在座甲一个同事车拢插外口，并不是在找无车位。不过希望总咱总务科吼，咱下骹咱停车位嘛是必须要是嘛是要清出来。啊，我嘛希望咱这同事吼，无遐超人啦。你嘛想插外口尔，你嘛不要落下骹啦。我甲你讲插外口，甲一个车拢插伫外口尔，毋是无车位啦，是咱方便啦。就像咧讲游泳池同款，咱你请坐。咱之所以咱是咱是选民要甲咱爱一张游泳馆，咱是要摕互伊做善事哦，甲做公关啦，拢平行线啦。甲一个人嘛是咧做善事啦，我讲。做善事的时候，你提问在咧送，恁在咧做公关吗？我讲我家己较超人，你做善事，每清明是做善事，来啊送一个礼物，你不是咧做公关，要讲到初选，为了选票嘛，敢不是安尼？咱何必即摆来指责总务科？指责咱的议会这同仁，平常是对咱歹吗？未歹啦，用建议的应该是会使会听啦。不会那么坏啊。咱若轻轻来讲，像阮林议员来讲，我轻轻给你建议，拢会使啦。咱来讲服务台，服务台当食薰吗？袂使吧。我嘛在食薰啊。
最后来要来发，大家嘛抓到，最后条件大家嘛抓到。国民党条，恁党团有党团的，恁党团的办公室啊，怎么在这里服务台？你请问恁党团？我们现在做服务台，啊，大家当时开讲，啊，基数一点，大家当时开讲方便就好啊。你来要求这個、要求这個，该改进啊，是要改进啊。啊，卖解问题啊，拢总塞塞好好些。咱做议员无计较啦，卖那做一个官，像这代做统大，啊，卖讲到大家拢安改进先爱改进。我要希望是咱家先改进啦。无咧，大家拢服务台拢卖吃亏。要吃拢去外口吃，但是我当然在自立，咱再来讲别人。啊，你地下室个清，个车位嘛要清出来。啊，你讲游泳池，我摕张游泳馆给人，我这里做公关，我承认这里做公关，这嘛是对咱议会游泳池想讲管控啊，敢毋是？你个大家拢开放去。拢做咩咧？这受气骨较偌大，迄嘛是咱有当时咱的，哦，咱的惯性啊，什么咱带咧去收水，互伊省一个水。啊，你讲要甲用掉，但咱用地是介济啦，不过咱照时间开啊。哦，咱南京路的嘛是照时间开啊，即马喷火啊嘛无咧开啊。我听讲啊，即马要入去内底收水啊，白白啊。啊！即摆东路遐佫停起来，啊，要得收，爱收水要得收，因冒着伊的危险，伊就白白入去收。咱国民党，咱张市长佫靠人性啊，伊嘛甲拍过一棒，迄个毋免白白，我嘛无要管理恁家己，家己恁家己自身的安全，家己顾好。啊，咱为什么咱遮一个，咱的规格，你若讲咱地下室遐吼，迄、那个三温暖无？不应该用迄落影，啊！自我做议员吼，迄三温暖迄间就无咧用啊。啊，那游泳池小小一游泳池吼，应该是有必要留的啦。啊，卖这毋是我感觉这嘛毋是啥物大问题啦。卖提出啊，借这机会吼，甲大家同事探讨啦。咱若要要求，咱先家己做好啦。哦啊，这以上我的建议啦。哦，谢谢大家主持。好，谢谢陈志翁陈员，我们接下来请黄先生黄员。谢谢大会主席，报告秘书长哈，我这边有一点小小建议，这个不是指着我们会内的同仁的哈，只是一个建议，就是我上个月我接到一个喜帖哈，名字是写林秀兴议员的，可是他寄给我的是贴那个柱子哈，他贴是大外面。啊，到底这票票是要叫林秀兴议员还是方先生议员？我怎么知呀？我是今天没有带那个信封啊。这边是有，你在夸我。你家叫林秀兴议员呢？但是他议会寄给我们的是贴的是我的名字的。我这丢是我没参加还是不爱参加？我怎么知呀？我希望我们同仁哦，在做事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啊、哦，真的要贴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要核对一下那个名字嘛。他、啊、对我们本人也是不好意思，我到底要参加还是不要参加？我怎么怎样呢？啊、哦，我这不是指着同仁，啊、哦，我们大家要仔细一下，啊、哦，要对我们议员有一个啊，对我都对外嘛蛮好啊，对主人家嘛蛮好啊，是你是主人家摇枪啊，还是你议会摇枪啊？啊、哦，所以我们还是要细心检讨一下，要核对做一件事情比较谨慎，好吧？好，大家互相勉励一下，好，好不好？谢谢，我们要彻底检讨。好，谢谢黄先生、黄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大会主席、秘书长。任何议事哈，包括这个讨论都可以讨论的，就是有讨论就有进步嘛。你认为呢？很好，废物检讨本来就是我们。但是啊。我感觉我来每一组提出的意见啊，吼，拢无人要插，你嘛无啥要插的，我记一个就好。啊，议会都要创造和谐，啊，这款的伫这款的位阶这种客观的环境，我们跟议会的所有员工要怎么好好去相处？我讲真的哈，我讲良心话，我非常的满足，在目前这个环境，所有议会的同仁的相处，
我非常的满足。啊，我跟你讲，对这个机会，我讲有歹，对这个你讲我听，大家嘛足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在讲到一个社会观感，还有一个社会的公平性，就因为我们洪议员所讲的送礼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议员拢足巴结的哦，白变阿要救灾，迄、那个第一名都摇的，阿无啥物阿忠啊啦，阿无啥物蛋的拢无，阿忠啊你捌无？你认识吗？啊，对，你很聪明啊。这样的偏颇的一个方式进行都很多年，但是我们都忍耐啊，算了，毕竟他是大家长，他代表是整个议会，但议会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全体，是全民全县，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啊，别人怎么认为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议会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适度的公平性，尤其在这里可以当一起啊，绝对没有什么阶级位阶的，都可以放下。到议会到八台呢，咱咖啡都停了，都来呢，咱家己也感觉足歹势呢。你啉迄个咖啡啊，我阁唔敢啉无了，有拢总硬灌的，灌好了，这叫尊重。那么，我伫这贵下会期，有拜托咱的秘书长，就有关议会延续过去的员工他们的一个工作的职场的一个心灵上的，让他们基本的快乐，有户外的观摩啊，有县外的一些古迹的参访，或是各县市议会的一个互相交流跟学习。啊，你毛家大员工这边去走嘛？啊，你干嘛走？但是呢，一定有指示，你爱做无，还是局长讲下面个插，诶，员工都卖个插。员工的福利啊，我们在人事的作业我们都有在做，比如说我们这个下半年我们办过环境教育，我们也请员工呢，除了说是用环境教育的这个活动的理由，我们也去看了那个会走路的树啊，也栾山鸭啊，连外公政会长联谊会还是桌球赛，我们也会请员工。对，我现在不跟你谈这个了，一起你要谈这个，我比你更会谈了。吴俊立在做议长的时候，他延续了很多在议会的游戏规则。如果今天要把它改变，起码要讨论嘛，不能为了一个人。我跟我上帝在不？讲得好听呢，会啊，我们会，他这边点头会呢。这个是互相尊重、创造和谐的第一步了。我不为着什么人，当年在这做同事、做朋友也好，在心理上也好，都可以透过讨论，这种无个人的定数在里面，只要对的咱就去做，跟同事之间咱也是都要包容，都在要互相，咱有意见有当人也是无法度接受，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在讲的创造和谐以外，我在大会提出的，我希望讲咱的秘书长要一年就遐济员工，你年度有啥物活动，有啥物志向活动？我举例了哈，啊，户外的互相观摩，你有一个计划案，啊，我们要去张罗怎么样的一个经费，或是有可能有台东有很多的大企业，必须定位人民概括。好啦，这个，这对你来讲较轻松啊，还是你要下面赶快弄无哎？感谢你希望分出你行行的无？啊。我即马是拢甲客气咧讲哦，无爱讲就内底哦，一寡奇奇怪怪。我即马只是要讲，互机会所有同仁员工，咱谈的即个出出去，咱用一寡较公平的待遇做伙。啊，你有要回答无？你个人啊，啊是拢袂当拿出问你的个性，你的意思？无啦，你个人啊，咱今嘛，无啦，你个人啊，我个人啊，你讲对于这个员工的这个。理由或是自想活动，你个人啊，我个人绝对是支持的。好，但是这样是讲好了，你支持就好了。不，你支持就好啦。咱拢有咧做。不啦，你支持我都跟你肯定嘛。你这番意思是讲，我这番我有时间的观念啦。要编一笔预算。好啦，迄无要紧，迄员工出去哈，这个实在是你这类会计的作业程序哈，我们真的是要如何？要怎样？会计的程序怎样？就是讲，你讲。我即马在历史的。啊！你代表即马要讲这，我开始逐条学哦。好啦，议会派代志，我逐条学哦。
不你啊、哦，你误解。秘书长，你若要安尼讲，我开始逐条乌白乌啊。不是安尼意思。啊，乌到拢有证据的哦。你我来关心讲，阮员工。即摆咧甲你讲这呢，你著讲迄预算有问题。我不要这样操作啦。啊，无我开始逐条讲哦。你也一条一条讲。李爷，我真的是感谢你了，对我不要感谢哈，秘书长，你我再次跟你强调了哈，我是语重心长告诉你们当长官的，恁出来补修遐济嘛，恁嘛爱选修呢，连袂恁就当去做国，连袂当去贵州，连袂都啊，还有一点我看得更不看不下，议会在聚餐啊，那些司机那些员工就好像在旁边说难听点，就像下人一样，就在楼下炒吃个炒饭而已啊。你如果带出门，你都能做位红甲风，做位港姐，做位，没人敢放你边啊！咱家看了拢看袂过。在某个日本料理，应该你也知道嘛。那些工作人员，他们自己会洁身自爱，这一次他们就赶快待命了，就是在我们在楼上，他们在楼下。不过主席，一个差朋娘呢，他秘书他嘛唔敢叫。对啦，嘛正经嘛，纯粹用餐是大家拢用的，员工做伙，是啊，安尼较好啦。好，啊，我最后啊，我嘛短短句补充，我希望咱的秘书长再一次，因为咱的台湾主席，我记得咱的议长今日伫大陆嘛，是不是去大陆？对，有请假吗？他有请假。啊，他去谈什么？他去大陆，这个会议很重要啊，谈一中市场、一中屋顶、一中个表。他是谈九二共识，他有依照规定有请假所需。啊，你知道他去谈什么？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你回来再稍微问他了。我拜托你，希望你来转达，讲林三刚该辛苦该拜托，希望伊伫今年要结束疫情，伊想通想方去编一条预算，带咱的员工去自强旅游。如果议长要带他们去，我也绝对要去，好不好？啊，用辛苦。啊，无进来含糊，啊好啦，啊来市场看安怎，两紧，啊来佫要看安怎吼，另外无选票啊，都家己请伊保重，谢谢。好，谢谢林三千林远，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要抽签了呢，外面很多议员在等，好不好？抽签。好。抽签决定质询顺序。
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这边是不是请议事组将刚才那个议员抽签的总咨询顺序啊，在这里跟大会公布一下。第四次定期会议员宪政总咨询顺序，11月16日新第一位洪宗凯议员，第二位林东满议员，第三位林参天议员，第四位周达山议员，11月17日第一位吴景怀议员，第二位陈志峰议员，第三位张振辉议员，第四位张万生议员，11月18日第一位高美珠议员，第二位张全新兰议员，第三位蔡玉林议员，第四位张卓兰议员，11月21日第一位江坚寿议员，第二位吴秀华议员，第三位王飞龙议员，第四位 黄天德议员，11月22日新第一位林崇汉议员，第二位黄瑞华议员，第三位翁丽莹议员，第四位刘纯哥议员，11月23日第一位田石雄议员，第二位李建志议员，第三位尤忠正议员，第四位胡秋金议员，11月24日第一位许晋龙议员，第二位方贤仁议员，第三位谢贤玉议员，第四位林秀信议员，11月25日第一位请议员登记发言，第二位请议员登记发言，第三位副议长，第四位议长。以上报告。喂，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先通过哈，这个发言顺序。我们现在进入三读案的第一读哈，读会。我们翻到，请各位议员翻到这个县府提案主计类第一号。请议事组来念一下啊。主计类第一号，本县106年度总预算案业已编具，税入预算编列145亿3051万3000元，税出预算编列160亿5233万6000元，税入税出差短15亿2182万3000元，以赊借收入弥平，敬请审议。一读会。好，各位议员对于这个主计第一号进入一读，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我们通过。好，林参天议员。谢谢大家主席，主给了你请主席。你好。这税入税出给你按来编的，啊，我不叫我这。15亿。啊，十五要开啥？讲你讲开八项啊，讲三项多。议员，这个部分呢，我们原则上呢，大部分就是在基本收支的基本收经常性收支的上面对。啊，你别那行。议员，这个跟议员报告，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开源节流哈。那这个不要再讲努力哦，这两句我不爱听。您已经努力百几年啊，对建国到今嘛拢在努力啊。台东是上官呐，咱是各级会议拢甲恁强调。台东的预算无安尼开，安尼落一直负债，台东以后没完没了，到尾命运甲苗栗同款。啊，恁都无咧警惕，你也毋是讲有啥物大建，是讲台东有咧做高铁，还是讲咧开高速公路？讲投入落，讲个事务的建设，讲来负债，咱无会讲。啊，无代无志，变来变去，遐参挂，遐偷挂。跟议员报告哈，其实我们一直很尽力的在争取前天计划型补助款。前天你有去聚餐吗？您是说跟我们因为议事沟通的那个？我说你啦。有。去哪里聚餐？去哪里聚餐？我们在桂田。哪里？在桂田。跟大声对一间。桂田。讲我台东人听无。议员，这个我们是议事联。上安排，谁安排的？那个跟议员报告哈。啊，赈灾都灾民都已经协助完成了吗？
这是这台东县议会啊，咱无讲啊，咱对不起选民，我会管境界就啥。啊，你要吃，你尽量去吃去费。啊，你都莫用赈灾款去吞去吞，叫小户都莫用赈灾款吞。使用到赈灾款啊，这个啊，谁主张那是一定要到贵田？分赈灾款的部分是那个多少钱？你是主计，来，我请问你。目前还没多少，还没有办理核销。核销了吗？还没。大概多少？这个部分我要在是哪一个单位的预算？这个部分哪一个单位预算？哪一个单位预算啊？因为您让我说明哈，这个啊，我都跟你讲，你就回答嘛。在自治事业、自治业务里面哈，本来我们业务就一定要到贵田吗？为什么不能到拼经济？为什么？你看过了，是哪一个预算、哪一个科目的预算去支出的？现在还没有核销，但是我们是在自己连科目预算，你当主计的，你都不知道了。我跟议员报告了，是在议员报告业务。谁主张要去贵田的？三人叫恁去贵田的，恁吃土偌济？台东县长黄建庭救灾无半步，二月要开会啊，废一条，是毋是救灾款？你敢查者？去贵田咧吃饭？不是赈灾款，是。啊，未歹势哦。我建议啦，以后要开的，免什么车东车西啦，这舞台临时的尔啦。你甲看咱的议会，当初蔡义勇，伫议会行脚行手出代志，我拢要插伊，命运悲哀啦。我希望你们告诉我，你们那天吃的饭是哪一个科目，哪一个级数的预算，我可以了解吧。你要说明啊！你是主计啊！你是法，你法小呀、啊！我刚刚跟您报告过。报告什么？这个部分还没有核销，那原来对还没有核销，但我要了解那个单位是哪一个单位请客的。在民政处里面的自治业务里面呢，有编列相关的。哪一个局处？在民政处的。民政处。什么科目？自治业务。自治业务，哦，自治业务有抢这条钱，可以到贵田吃饭。啊，咱咧讲一个员工要去旅游呢，就讲编未出预算，要不要给员工旅游？自在公道人心啦、啊，要去唔去嘛，无要紧啦。我只是凸显讲，咱伫议会，什么叫做公平正义啦、啊？要上咧，要送你，上面都是写一个妖魔魔，从来没有写我们的林崇汉，不行啊。李昌利李议员，你时间到了，我第二次欢迎。好，谢谢谢议员是吧？有按，你有按吗？没有哈。好，我们再请李昌利第二次发言。好，谢谢大会主席。我今天没跟你报告，我凸显的问题啊，多年我告诉你，你们都不重视了。你今天负债15亿，你要有一个概念，经济学的概念，我一直跟你强调，你今是在投一支。硬体建设未来有通回收的，咱安怎去负责？像高雄咧做高铁啊，做地铁，即款的负责咱拢无会讲。但是你今日一年过一年一直咧负责，去年负债多少？你知道吗？我们目前的累去年税收负债多少？你知道吗？我们去年是有税计剩余的，跟议员报告。七亿外啦，拜托诶，你讲咧剩余？对，但是我们的经常收支的部分是剩余，就是有剩余的。决算上次啊，基金平了不？共产的基金21借出去还了吗？你怎么不把它算在里面呢？那个是库款调度。那个是怎样？那是库款调度的部分。啊，对。是。那库款调度，审计师为什么要纠正？你台东县五馆要借那个公益彩券的那个基金21，为什么还没有还呢？三四年那么明，你再把它提出来讲，这样有没有违法违事？我们在库款调度都在合法的范围内。什么叫合法范围？那合法范围审计师为什么跟你点出来呢？你这样是违法违私的，你应该要先还。那你基金把它借出去，你又不把那框列在负债，这样有道理吗？做假账嘛。
上来好，啊下呢？这十五亿我都爱拍，我林三刚袂愿拍这条小，林家副领导的代志，我先讲好，大家负责。另外，你数显起来，人拢会看。今年才拍十五亿，啊，十五亿到底用啥？观光有必要把它投入那么多的钱吗？一个字250万，在省观光的预算，几个字就有6000多万了。台东还有未来，你们算，你家己算啊。我该讲我就讲，包括大会主席，这一条预算啊，是攸关台东的未来。我希望都很神圣、很慎重的要求台东县政府，把这15亿的负债把它框列一个表，给我们各位议员了解之后，我们是否再来审议，这样才有意义啦。不是他送来，怎么会怕个闹去啊？现在人去送，台东都是蒙蒙渺渺。我个人的建议，我请大会主席来做裁决哈。我也尊重大会，大会如果要给他过，就由大会决议。如果大会还觉得说这15亿是台东人的共同的血汗钱，我们要怎么把它守护起来？起码要让我们知道，要让台东人知道。谢谢。我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的预算里面哈，其实各项的经常的各项的收跟支都在我们的预算书里面有条列哈。那进行就议员给我们支持送到大会里面来进行。那好，那你要谈我就跟你谈。那请问台东县议会的议长每年买的公帑的礼品总共核销了多少？来，主席你讲一下，总共多少？跟议员报告，总共多少了？这个部分在我们台东县议会的单位预算里面，对，你买上过头的啊？在台东在预算书里面，无啦，你大概你只有知安尼多啦，你敢大概讲一下数据多啦？因为我没有办法记到各个细项，但是我们的所有的预算编列都在我们的预算书里面，有送到大会来进行审议。你讲你有，我讲我的啦，啊，你来讲你对，你我人要听就听嘛。对啊，你莫讲个误导事实，你都唔敢讲强嘛，无你讲强咯，你讲一样就好了嘛。院您是说，我不晓得院您的意思是？你不晓得，我也不晓得。你跟你讲，你都要用火，你唔爱个正式，以往阮这十五亿内底有归纳有几大项，有交通的，有医疗的。交通的部分我们在打造哪一个那个路，我们把它打通要多少钱，医疗的啊，我们的概算大概是多少啊，小疾病的医师啊，咱要增加多少人，我有这个概算，你敢讲这我能够接受，问你十个月你也不知道，对吧？问你过一天吃饭你有去嘛，对不对？台东就什么费都好啊，要吃就继续吃，我无意见。新南，你甲看卖咱太麻利湘南，你去看下重灾区，蒙一点粮食就好了嘛。赈灾款总共外县市捐赠给台东总共多少？你做主计的，你应该要了解嘛，多少？3亿多。啊。3亿多。3亿到哪里？好，我尊重大会主席。那你也不用说了，一条也没有了。谢谢。好，谢谢林参议员。接下来请洪中台议员发言。谢谢主席。组长，请教一下哈，我们今年度的一个第二预备金编列多少经费？6000万。那我们这一次赈灾复原的部分啊，是再多用第二预备金来支应吗？我们目前呢，在有关灾害的抢修、抢险以及复原的部分哈。原则上我们动用的是灾害准备金。那灾害准备金我们编列了多少钱？灾害准备金在105年度的部分是 1.55 亿。啊 ?1.55 1亿5千五。1亿5千万。那这是抢修抢险的部分，但是灾害复建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的送请那个行政院来专案来另外补助。是。所以我们跟中央要多少钱？目前呢，就尼伯特的部分呢，附件的部分大概有4.3亿，4.3亿，尼伯特的部分。那后面负债的后面的这几个风灾的部分呢，目前是
案子送上去，正在审议当中。是，所以你我们跟中央申请了四亿多，您刚刚讲的这个四亿多的钱，尼伯特的部分是边跟中央要的四亿多，中央有没有全部买单？这个是核定的，全部买单，对不对？这个是核定的，就是已经核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央对于台东灾后完全不理，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全部都买单。我们很感谢中央的协助。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自己县政府编列 1.5 亿的部分，那今年这 1.5 亿都用掉了吗？是。那明年度呢？明年度按照我们的预算的比例，还是编列 1%。就是 1.5 亿。1.6亿。1.6亿。那这 1.6 亿有没有打算怎么花？就是在等明年度的风灾，还是说有部分是要支应今年度没有做完的部分？没有，灾害准备金的部分呢，我们依照规定呢，就是要按照税出的总额的1%编到足额。那这个额度呢，就是全部会应用在灾害的部分，抢修抢险。是。我想呈现的是说，这个相关的媒体啦，或者是有一些人在做文章说，这个风灾的时候中央都不理台东，那事实上从这个给的金额数据上看起来，中央确实是蛮帮忙我们台东的，基于我们提了多少钱，他就给了多少钱，目前可以这么讲。目前核定下来的部分就跟刚刚跟议员报告的，那后面的后面的那个部分，因为还在审议，所以我们不确定它核定的。是针对尼伯特风灾是这样。是。就是全部都有给。不是全部，就是当然它也是按照你申请的那些部分进行审查之后才核定的。OK， 好，那我希望明年我们编列 1.6 亿，依照现在目前这个全球气候的变迁的关系所以未来这种大型的灾难的可能性还蛮高的。所以编列你说 0.1 还 1%。0.1%，1%， 1% 的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一个准备金嘛，那你觉得这样够用吗？随便一个风灾来，或者是一个灾害来，恐怕都不够。灾害不要发生了哈。是。但是我们现在的编列额度就是按照中央规定的额度来进行，就是来编列足额。嗯。我目前是这样子来做处理。好吧，我是说希望未来这个情况会拿不用的，把其他球队来给你用了嘛，就是还是缴库嘛。我们有编列没有用到的话，也是还是我们的钱嘛，对不对？是，它那个部分就是会滚存在。对，但是不能说我们每一次都发生了之后呢，发生了灾难，我们通通都要就是我就是编列 1%， 剩下的那员工就爱搞我买单呐。那如果要这样想法也 OK 嘛，我们跟中央保持良好关系嘛。其实跟议员报告除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是有做一些以往积极的相关经费的指引了所以原则上在救灾的第一线，我们是一定会尽力来做出。OK， 好，谢谢处长。是，谢谢。好，谢谢洪中海议员，接下来请我们谢谢议员发言。主席，我想要请教一下秘书长秘书长，我们来。你请坐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的议读会那这个主席先读议案标题以后得交付有关审查委员会审查，那现在我们这样的是算是审查委员会，还是之前我们开的审查委员会就审查？不是，他现在一般的程序以往就是说交付审查以后，我们不是有民政小组，有什么这个经建小组警政小组我们还有预算的小组，本来的程序是说是要经过审查会，那审查会过往的时候在旧议会地古议会一尊我们都是下午审查，那审查会是不受人数的限制，如果说是说我们今天大会必须要过半数，但是就是说我们到了新议会以后，我们很多的议员同仁他认为说进户二读，因为进户二读的话比较慎重对不对，就让我们所有的议员超过半数都必须要在议事堂。是这样子了我有一个比较疑惑的地方，就是一读会应该是针对它的标题。对，就针对标题。针对标题跟针对这个议案要不要审查嘛，而且他有讲你在议读会的时候也不得撤销之嘛，
所以等于说是实质的讨论在二读的时候在讨论。没有错，实质的讨论在二读。所以我是认为说，如果是一读会的话，我们就以一读会的这个正常程序来。哦，我不希望说我们开会开到、哦、这个南辕北辙去啦，因为我等着要举手嘛，等着要一读举手嘛。哦，秘书长，你确定告诉我，一读会是应该怎么样叫做一读会？一读会就是说，就我们这个议案，比如说主计列一号这个标题念下，那么我们议员的同仁，你认为说一读会可以不可以通过？一读会通过了以后，那么事实上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交付审查。但是审查，因为我们的传统的惯例呢，到了新议会以后就没有交付审查委员会，就直接进入二读。但这边的新议会东西进入二读。对对，所以现在一读会只是说各位要不要？秘书长，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一读会就只有决议，就是一读要不要过而已嘛。对对 对, 对，就这样而已嘛。对，没有错。啊，实质的讨论嘛，比如说对内容的讨论什么的，在二读了，包括吃饭的问题哦。那个主席，你请，哎，那个秘书长你请坐，谢谢。主席。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吃饭？啊，不然的话，哎、欸，主席你也有去啊，我可以看到你啊，很多人去啊，我们这些人都不对咯，违法了咯，是不是这样？主席，你告诉我，可以不可以吃饭？吃饭没有违法的问题了哈。好、哦、好，有没有违？我要知道有没有违法而已啦。哦，然后我也要替桂田讲一下话。现在景气的低迷啊，陆客不来啊，是什么原因？桂田投资那么多在台东啊，去给他吃个饭有什么不对啊？没有违法哦，主席没有违法哦，桂田到桂田吃饭有没有违法？好了，我的话问完了。好，谢谢议员啊。那林山议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直接进入到二读，好不好？那个到时候再请主席处长把你所疑虑的哈、哦，议员你所疑虑的这个十五亿的短税出的短差哈、哦，再跟所有的议员报告，这样好不好？我们为了节省议事时间，没有议员，我们就两次发言，好不好？啊？好，那李内勇，我给你一分钟时间好吗？谢谢，二主席。秘书长，不要曲解法律了。我讲属实的，这底下拢公用低头，一读要不要过，看大会决议了，不是一定要给他进来了。那是在台东的审查，整个议案漏错了。各个小组要怎么开会？有开过会吗？一读的时候，教育、经济、财政有开过会吗？没有。所以。我头先讲的我所以讲，我不相信，我要经过大会讲去啊！我要跟你讲，经过大会大会的决议，我尊重，我已经讲过啊。不是说你讲的一读一定要强迫给他进来，我是错的了。我这边是讲，一再来，你请坐了，我不跟你争议了。那个主席，你请坐了，吃不吃饭了、啊？吃饭哪有什么违法？社会观感啊，家己收到了，你要去哪里吃，随便了、啊。这个什么桂田不是什么田无关的哟、哦。那你如果还要再讲桂田那一栋大楼是重大违建，你就有条例要听，不是要依法行政吗？让他被供出来，你吃什么饭是你们随便的。好，哪有什么桂田就错，不要把它砍断了。耶，我们这个大会主席，因为这个因哈、哦，这个决议嘛、哦，我是建议大会主席慎重，那清点人数。有人数够就给他决议嘛，那不够就议大会来做处置了。谢谢。我们各位，我们休息三分钟啊，休息五分钟好不好？我们再五分钟再论哈。好，我们继续开会。针对刚才的主计列第一号案。我们各位议员有没有反对的意见？黄宗凯议员，
请发言哈、哦，第二次发言哈、哦。我现在，主席，我现在提出来应该叫程序问题来着。我要请教一下秘书长哈、哦，刚刚谢议员跟那个提出来的那个质疑啦哈、哦。那个我们在我们的议事规则里面哈、哦，照理来讲，第一读的时候应该是到委员会去嘛。那您刚刚讲的是说，哎，以前旧议会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但到了新议会之后，我们家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嘛？没有错。那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本来在审查，哎，在委员会审查，本来就可以在委员会里面去发言。那要发言多久？那他们自己去委员会自己去决定嘛。对。那现在委员会的功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进步大会来做一读嘛，对不对？做二读了。我们现在但是一读在大会直接就处理了嘛。那我问。那个秘书长的就是说，那议员在一读能不能发言？当然可以发言了、啊，可一样嘛，就是一次五分钟，两次发言嘛，没有错的。但我想就可以发言，这是议员自己的权责嘛，对不对？我要发言这个五分钟、十分钟这个外宽的嘛，对不对？啊，至于我要讲的内容是怎么样哦，我今天从这个行天宫聊到外太空啊，这把外代级嘛，对不对？我讲的好不好？这是选民来给我那个。给我评价嘛，是不是？这个内容呢，在其他的县市有议会，什么，议会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的团体，哦，这是因来搞阮监督嘛，是不是安尼？但是这发言的时间就是阮的，是不是安尼？没有错了，就是议读会就是就标题，你要不要接案？那我们是合一次，那合一次的话，你认为说这个案，比如说你主计列一号。哦，各位，我们在场只要说是过半数，我们开会了，你认为要接案，我们就接案。好，哦，但是我们这一般议事规则是针对我们讨论的这个提案的内容了。谢谢秘书长，好，你的解释。那我想这个程序上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讲，谢议员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议员们在发言的内容也能够自律啦，哈、哦。我想他的用意应该是这样，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洪忠凯议员哈、哦，来，请张卓然议员发言。我想这个议题齁、哦、我个人一个看法齁、哦、各位议员做一个参考。因为过去刚刚秘书长都解释了很多了齁、哦、过去我们以往都这样，但是它功能不彰了齁、哦、功能不彰。然后大家就决议就是说把这个议案送到议会一读，如果通过送交二读，对不对？二读的空间的讨论齁、哦、会比较大。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出集思广益。啊，如果说在各委员会里面啊，我们过去以往都有经验的，啊，大家检讨起来以后，也认为说不是很理想，那、啊、干脆把时间挪到一读，如果今日一读送到大会以后，二读我们大家充分来讨论。那、啊、至于这个案子，刚刚林昌天议员有提出，我想请林议员哈、啊，我的谏言哈、啊，请你见谅了哈、啊。整个年度的议会，整个台东县的预算的问题哈、啊。一定要进行的。如果在一堵里面就把门关起来哈，那将来我们的预算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因为年度交接的问题哈。所以我在这里就说，请秘书长把它记录下来，交给下一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有关林议员所提出的问题，二堵的时候应该要给予相当的尊重跟他的发言。给予重视、哦、然后在议事里面，在整个预算的讨论里面，我也建议主席，当然在法的立场、哦、有你们的规范，但是要让议员来自每一个地区，他的代表性，让他去发言，发言出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个议员代表这个地方性，他所讲的是什么、哦、问题是在这里。那我现在在这边是建议说林昌天议员、哦林议员哈，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接受我们的看法，就把它送进二读，一读让它通过啊、我们二读好好充分的来讨论啊、至于加以说我个人意见，对林议员的看法就是说，是不是给他到时候他发言的时候，我们给他相当的尊重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多一点时间让他去发言啊、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如果现在如果说我们拿来讨论或者来表决。我说一读用表决好像不是很好吧，哈、哦，对不对？如果说万一没有过，那我们二读就没办法讨论了，那这个问题就会僵在那里。这是我的建议啊、哦，希望一读能够让它通过，哦、啊，至于二读的时候，阿林立言的意见，
我希望县政府单位，我们议会也好，主持人也好，应该给相当的尊重，给他充分的去表达他的意思。好，我想这样是不是可以？哈，请大会来做意见。好，谢谢张卓议员。郭议员，为了节省我们议事的时间，哈，我们是不是主席会提要？郭议员还没有意见？好，我们来通过。不是啦，李议员，安尼头先你讲了有无？阮老弟二读较好讨论吼，好无？诶，你一读你也无过，你嘛其他。那个我看王处长，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还是你要回答吧？我大约就是那个好了，啊，坐你坐了。那个议事组请清点人数了，哎呀，清点人数贵了。OK 吧哈，好，我们那个法律人数从16人哈，我们这个案子我们通过哈，进入二读。好，议事组主机类第二号。主机类第二号，本县106年度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集中计表，营业基金业已编竣，总收入1,4631万2000元，总支出1,3791万1000元，本期存益912万1000元，敬请审议。一读会。好，主计类第二号案经过二读，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我们通过。主计类第三号案。主计类第三号，本县106年度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集中计表，非营业基金业已编竣，敬请审议。一读会。好，各位有对主计类第三号有没有意见？好，我们通过。消防类第一号案。消防类第一号，鉴于104年6月27日20时30分新北市八仙水上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活动，喷洒彩色粉末、玉米粉、花生粉尘爆燃，行政院于104年11月18日院台中置地104-00614555号函核定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方案，其方案向次二之应办事项为大型活动安全管理规范及违规裁处法制化，原拟具本自治条例，敬请会于审议。一读会。各位议员对这个自治条例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我们刚才主席有三号案跟消防队，好，我们今天进入到二读哈。那今天感谢各位议员的时间哈，我们今天的会议到这边结束哦，散会。